顺便再查一下你们寝室。我们寝室吗？我们寝室上来就很干净，一点也不做作，早上绝对也没有收拾，就是全部是我们自己弄的。现在说的好像真的一样。呀呀呀！来吧，班长帮大家分一下汤碗。端到我的屋子里吗？不是，一人一碗。一人一碗吗？嗯。自己过来盛。帮你们分，不要搞笑了。不要搞笑。哎，你们屋子好干净啊！啊，有吗？大概也就早上早起，从早上6点起来收拾。还有人没起床吗？啊，有有有，我们的顺儿，哎，顺儿啊，去早了，不行不行。木顺哥今天身体有一些不适。好好，哇，你们屋子真的好干净啊！哇哦 ，so cool， 是假象吧？你自己起来了吗？是假象，你们往那衣柜一翻，可能里面全是垃圾。是吗？要拍一下吗？啊，那倒也不用了。好吧，给你留点面子，好不好？好，毕竟也是百万粉丝，是吧？嗯，最近又涨了呢，已经不只是百万了。好吧，那我们惹不起你，我们走了，好不好？好啊，拜。你要不这样吧，再帮我们再去看看其他班，帮我们看看。好。反叛他们班。反叛他们班，好 ，OK， 走。反叛他们班。哎，你们班拿了几个？1、2、3、4、5个。你们班几个人？8个。他们不吃吗？因为子睿呢，子睿回老家了，他是在有很着急的事情，然后我们现在只能7个人。顺哥呢，身体不适又不能吃，然后高鑫减肥也不吃，然后碗刚刚好。嗯，好，我还没吃你就吃，你想被我锤死吗？拜，你要有事先走。好，走，我们去看一下何一山。我让他们让你多吃点，说可以把高鑫那份给你。高鑫那份吗？他已经在吃了。你不管一下吗？你要被锤死吗？出出来，没有汤，可以把那个汤也拿走，把汤喝了呀。汤也不能喝，汤里面也是有吗？奶茶老师，他们想问你，今天你想锤死谁？我要锤死谁？一段。他。OK OK， 走啊，我们去突击一下何一凡吧。好，咱们去突击何一凡。先去突击那个凡凡他们班。OK。反叛班呢？反叛班今天可能是地狱吧，他可能会不允许我们进去吧。那就看你的功劳。我今天真的很匆忙，我从一早上起来就开始收拾，然后看我现在连头。你刚才不是说没有收拾吗？嗯，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哎，是王迪班。OK， 啊，他们里面有没有晒衣服？还是先给他们关上门吧，否则我们节目就要被封了。Wow， so cool！ Wow！哇哦！哇哦，就是要这个效果。It's so cool！ 好啊，等一下，这个是优酷平台、阿里娱乐外加网易云各种视频资讯平台的一场直播，然后就考察每个班的实地生活情况，看看羽团这边选手在野外求生的怎么样。大家都想。外加还有送汤圆，还给你们送汤圆。对，今天袁小姐姐，我们出来吃汤圆，必须在屋里才能吃。我觉得汤圆应该跟大家一起吃才是最危险啊。那倒也不用，关系也没有很好，不用一起吃。快开门，我进去。黑板，别脏了，真的不能进吗？别，真的吗？那你让他们出来取吧，让班长出来取，好吧？麻烦你出来取一下吧。你取你们班要吃的分量。你们班现在几个人？醒着的。4个人 ，OK， 那你出来取。凡凡采访你一下，你看到网上有很多评论说让咱俩一起退赛去参加喜剧，那是该退赛去了。呀呀呀，再加上赵哥，哎，可以，把赵品林一起带上。赵品林现在应该没睡醒，我们就不 Q 他了。然后今天就是元宵节，然后有个直播，然后大概浏览量在15亿左右。然后呢，就是多少啊？我一来岂不是就是150亿了？那差不多，差不多，那倒也不会了，不是十年上来的。OK， 出来，哎，一起。然后就是你们两个代表你们班跟广大网友和看直播，就这个点起来看直播的真的是真爱啊！我的妈呀，我们这两天可能几天加起来就睡了很少很少的时间。你们看我的现在的黑眼圈，你们看不到开了美颜是吧 ？OK fine， 就真的很辛苦，也辛苦你们撑不起来看直播。对喜欢你们班的人说几句话吧。哎，我没睡醒。没睡醒吗？我帮你打一下。这打醒，就是对他们说啊、哦，又来了两位。来，他们俩应该不是你们班的吧？他们算是我们班的，算是隔壁班的，隔壁班的。对，哎，那这个是我们班的，那个是隔壁班的。啊，隔壁班不是已经淘汰了吗？好，开玩笑啊，播了吧这期。奶茶老师，
奶茶老师，要扣汤圆的。哦，扣汤圆，来元宵。我说要扣你汤圆了。啊，扣你汤圆。奶茶老师，直接吃汤圆吧。Okay, 拿汤圆吧。来，谢谢。麻烦了。谢谢。这个是要到他们班再给他们，还是？你就让凡凡给拿进去就好了。啊，好。他们不是，他们不是不让进吗？嗯。再拿两个，再拿两个。确定没有对爱你的人想说的话吗？啊，这位快乐同学，啊，那希望我觉得要不大家保护一下奶茶老师吧，可能会被节目组杀死的，刚才剧透。嗯，那他们也倒是不太敢，是吧？下回不会派车接你了。嗯，本来也没有派车接我。祝大家元宵节快乐，然后都是汤圆。好，我看脸型真的很像汤圆。你快让他回去休息吧。有 ，OK， 太多了，拜，三哥，再见。拜拜。我帮你开一下。好，来悄悄的进去。够吗？他们？屋子里可能发生过二战吧，枪战。OK， 我们下一个班是怎么能回我们班还是如何？你们班你可以检查一下，看看那个高鑫吃没吃吗？对，我不用检查，我知道他已经吃完了，回去直接给打吐了。那你班长威严，班长，体现你班长威严的时刻到。就高鑫这个人没有自制力，已经到一种极致，真的就是厚颜无耻，这怎么说都没有用的，你知道吧？来看一下我们班的那几个人。看他们给没给我留汤圆，如果没留呢，我就直接代表我们组退赛。没事，我来。这碗是我的，这碗是你的。有人动过吗？没有。没有。哎，你那碗怎么？没人动过，没人动过。没人动啊！你们节目组这么吝啬，一碗只给三个吗？本来你有吃，你有吃几个？我们给了30个的。本来就有三个。我们一碗30个。15个。一碗15个，你吃了12颗，是吧？你吃没吃？说实话，我相信你。相信我，这碗是你的，本来就是三个，是吗？对，撒谎，头发掉光，秃顶，哎，那谁来了？他秃顶，那谁？哇，轩哥，他秃顶就超过你了呀！你们房间那么干净啊？我们吗？早上5点半收拾到现在。你房间怎么那么干净呢？8点10分，没有，我们都是就是早上睡觉5点半就没睡觉。这平时挂在那的吗？对啊，那个就挂在那。来给特写，给特写，班级荣耀，看清楚啊！以上是名班级榜样啊，来啊！反正马上要流动走了，是不是？啊，怎么可能会流动走呢？不要搞笑了。来，轩哥，快来，作为乙团这边人气选手，哎，他汤圆呢？我们让圈哥去班上班吗？只有你们有汤圆，我们没有。我们只有我们只有盒饭。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班8个有5个对汤圆过敏。因为我们是对汤圆过敏。那你们退赛吧。主要在比赛上对汤圆都过敏，还比什么赛 ？OK， 接下来让轩哥接手好吗？好，轩哥接手。轩哥，你们班的小朋友都。汤圆要来了，我们汤圆要来了。顺便检查一下你们的宿舍。汤圆来喽！元宵节快乐！元宵节快乐！轩哥帮大家拿一下，辛苦。元宵节的意思意味着什么？过年。哦，要上班了。哦，那可以不要吃这汤圆吗？没有人想上班。3、1、2、3、4、5、6。东营，南兵所来吃汤圆。狗号今天不在，狗号对，狗号我还想说来吃元宵。然后今天有其他工作，所以。也不在寝室里，但是我你的汤圆我们会帮你一起吃掉。那要别吗？不用吗？不用不用。不用吃掉吧。对，所以你们也在吃汤圆吗？哎，轩哥，你们班最爱赖床的同学呢？最爱赖床的同学好像赖到别的寝室的床里面去了。他最近跟我们有点。就是玩捉迷藏，就是各个寝室里面突然就出现了他。哎，要不要把他叫回来吃汤圆？哎，容易吗？轩哥有办法吗？我去试试，我听听。你今天早上几点起的？我你要听，你要听事实还是听假话？你随便，怎么说？就我们今天9点吧，9点就起床了。对，9点就起床了，早睡早起嘛。斌哥吃汤圆。好的。斌哥也在。斌哥去钓鱼啊？去捕鱼是吧？是这样。那我们可以看到粉丝们的那个脸吗？吃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吃汤圆。
吃汤圆吗？对啊。实在是很不想吃，因为刚刚问到说吃汤圆意味着元宵节到了，元宵节到了意思就是要上班了。要上班了。那我们就不要吃汤圆。不好意思。好了，没有，大家吃完就要是时候上班了。我是在吃汤圆。我在问他。哎，你们今天早上有收拾宿舍吗？就平时就这个样子吗？看起来像有时候吗？千万别拍。这可以先开吗？太乱了，别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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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啊？吃汤圆。事情就是让大家保有一种神秘感。好好，那我们去别的班看看，你们先吃汤圆。拜拜。拜拜。元宵节快乐。还会回来吗？元宵节快乐，回来。不一定哦。好，拜拜。不一定，看了网友想不想回来。来看我们。好，现在去别的班看看。等一下啊。星耀班同学呢，昨天训练到很晚，所以先让他们多休息一会儿，好吧？好吧，你看他们都在睡觉。走，我们去别的班。来，我们现在去找我们班的失踪人物。对，好。去找苏训了。轩哥，你的娃呢？我终于找到了我们的失踪人口，他出现在这儿。那他会有偶像包袱，还不愿意大家看到他这个样。我们还不起床，你看，元宵都给你拿过来了，虽然长得像我们的夜宵，来吃个元宵。和一模一样。这叫元宵，那个叫夜宵，它是有区别的，名字不一样。苏先生、郑逸轩，你们两家的家乡对于元宵节都有什么样的习俗？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地域的风格呢？我家的话，元宵节就是那个嘛，就是猜灯谜，然后吃元宵，然后准备，应该差不多每年元宵节过后就要开学了，所以就准备着赶紧把那个作业给干完。你呢？我们一样，我们这个不叫元宵，我们这个叫汤圆。吃完了就大一岁。大一岁，请跟我读，大不是大一岁。那你大两岁吧，我再喂你一个。你要这个跟我们的宵夜一样。那你当宵夜吃好不好？一样啊。有种哄小孩的感觉，哄小孩起床，然后还喂他吃早饭的感觉，是小孩赖床。所以你的孩子可以露下脸吗？愿意吗？一二三，露一下。算了，偶像包袱算了吧。好，没有带到。然后看看大家能不能截到那个截屏。好，那我们先去别的屋看看，好吗？拜拜，你在这里继续哄孩子。拜拜。嗯，拜拜。吃了吗？带着我们转一转呗，军哥。去往前走一走。黄皮班的，哪家班去过了？去过了。对，黄皮班好像没有去过吧？看一看。黄皮班啊。可以进吗？可以进吗？大家给你们做了采访，
们也来突击了。其他小伙伴都在哭。浩莲，你拿着来 Q 他们吧。好、哦，来，我带摄像，我做摄像师。Hello， 他们都刚起床，你们都是刚起床对吧？对。素颜。噔。哪个班级刚起床会穿的那么正式？不是在刷。我要吃元宵，我好饿。不要素颜，刚起床。等一下就没事，这个带有。啊。这要播跳远嘞。今天你们喝腊八了吗？今天喝什么腊八？腊八节。怎么了？开始什么？这是蛋糕。但大家也可以吃一下。吃一下腊八。你们要不要跟粉丝一下打一下招呼？Hello。好。来给他们再一次跟大家打招呼。来，我打横一下哦。好了，这是直播吗？对，这是直播。你滚！再换换一个引力嘛 ，OK， 来。好，三、二、一，大家好，我们是万有引力。什么？你在这？哎呀，哎，我觉得我真不适合去做这个东西。好，给他们采访一下。哦。来，你问吧，我来。哎，汤圆来了，汤圆，汤圆来了，好。你就坐，就坐吧。哇，什么水？哦，汤圆。这个是什么口味的汤圆？班长直播。芝麻汤圆。哦。你还没吃吗？我已经吃完了。好吃吗？哦，还蛮好吃的。班长在哪？王迪有粉丝在呼唤你，要不要跟粉丝打一下招呼 ？Hello。哦。耶。我觉得你有吗？我们要干嘛？你不觉得有好用吗？嗯。你们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元宵节快乐？来，我又打横一下。好。欢迎影帝的同学。好的，欢迎影帝。来，三、二、一，八、三、九。祝大家元宵节快乐。然后我们，哎，不是，我觉得这个汤圆，你觉得是？为什么你们在这儿站着？你刚吃了吗？嗯。好吃吗？好吃吗？刚刚咽下去还没好吃。好吃。没有啊，感觉好吃。就我刚咬就，感觉到。他敏感。这不就是夜宵？你们吃了吗？嗯，你们吃了吗？我吃了，我吃完了，不要，我不要，我啊。不要、啊、谢谢。不要啊！好吃吗？好吃。那、啊、你自拍一个，我看一下。每天晚上。你这有自拍吗？好吃吗？好吃。你不能这样播。你们吃了吗？还没有自拍啊。哪里啊？没有吗？没有。没有哎。姐，这镜头能转过来吗？没有。不会的。突然变得手机的，突然变手机。哎，回来，哎，等一下。哇，这样好多。哎，看到自己，哇哦，哇哦，这很像全家福。我这个也太大了，全家福。来，一二三，拍一下。一二三，耶！耶！假装拍一下，太好了。这样好，我给你看看。王迪，后尾着。房间太小了，我看到。李明阳，元宵节快乐！黄伟哲，妈妈爱你。王迪真可爱。谢谢李明阳。哇，全是你们的。超波。王迪。哇，怎么这么多人啊？终于。王迪爸爸爱你。元宵节快乐！哇，他们好快啊，刷的。王迪卓，我来了。王迪卓，就王哥。挖机你的。我看到中影妹妹王迪陆羽我来了陆羽的正常洪伟哲妹妹我刷这么快有几个人啊现在有我看不热度是60.3万吧好多、这么多人好来 OK 好交给我拜拜来我们打我们是万有引力好拜拜好然后我们哎你怎么在这里了没有出去看他们跳绳好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去你们班好去我们班然后我们现在就去我们班我们班那有人吗在
好，我们去找一下钟颖，等一下，钟颖。Hello。轩哥。Hello。哎，为什么曝光了？对不起。等我一下，哎，哎，好，打横吧。也曝光爆的太厉害了吧！可以请老师帮我们。这个是给我带两个同学来。你这样吗？好。哎，等。嗯，哎，可以。要不要再转过来？嗯，好。好。来，轩哥。元宵吃的好饱，我吃了两碗。你把它都吃完了？对啊。你没有留给他们吗？有啊，这还有好多呢。是吗？对，你确定？这他们吃的呀？肯定是你吃了，然后你就说他们吃了。没有，这是我吃的，我吃的很干净。嗯，丁哥，还有这碗是我跟苏迅伦的。啊，我赶紧找他了。丁哥，元宵节快乐！拍了自拍啊！元宵节快乐！自拍好。哦，谢谢，谢谢。哎，为什么这样？大家好，我是新报的昨天新进成员，然后哦，我告诉王迪，我告诉王迪，大家记住这张脸，我告诉王迪，这位抛弃拒绝过轩哥的男人，嗯，不，昨天这个打乱重组了，赛制有变，然后在这里作为新风暴的新成员之一，祝大家元宵节快乐。因为昨天赛制的关系，我现在是万有引力，对对，终于加入了新风暴的大家庭，非常开心。OK， 那你先把洪伟哲做的那些特技，你先练一遍。来，钟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哎呀，你的脚，兵哥。Hello。杨明总跟大家打招呼，兵哥。Hello。我们来看一下粉丝 ，Hello。各位元宵节快乐！元宵节快乐！我现在，我们来这样子，让粉丝帮我们截屏自拍吧，认真吧。嗯，来，这里啊，好了，好，三二一，好，好。然后今天是元宵节呢，那我们很开心，很开心，吃了汤圆了吗？然后能够和粉丝，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互动。很开心，嗯，然后大家有没有很想我们啊？嗯，李明总，你看起来太可爱了。我拿远一点吧。来，哎，好，来，我们跟各位元宵打个招呼。Hello。哎，对不起，我真的不太会直播，怎么拿？我也不来玩一下，我主持这种东西不适合我。哎，我以前一直觉得直播是后面是有微信在。好，那我今天就是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是东北老蒋，干啥呢？哎妈呀，哎妈呀，嘴开始瓢了。你今天心情怎么样？每天的心情都特别好啊，真的。好，那我们偷偷的跟你们说，参观一下我们的宿舍。给大家看一下你的床铺吧。看一下我的床铺是吗？说是吗？好，我怕有点乱呢，你们不能说呀，不能说呀。然后首先那个要进去到我们的小床铺的话，要经过层层道关卡，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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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的衣服。好，带你们进来。啊，哇，有点暗，给你们开着灯。我先大给你们看一下啊，哎呦，亮了。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我看一下怎么弄。这个怎么？哎，你稍等一下，这是我的床铺。哎呦，怎么能转正面呢？等我一下，各位。老师，这个怎么转镜头啊？你干嘛？哎呦，好。应该是转哪一个？好 ，OK， 那我带大家进去我的房间。哎，刚刚我不会旋转镜头。然后这个是我的寝室，这个是粉丝你们送给我的手幅，但我没有办法一一都拿到，然后就把它放在我的床边。对，然后就是你们送给我的娃娃，待会带你们去找照片，好不好？然后我平时睡在这边，然后伟哲睡在这边，
然后他现在出去找朋友元宵节聚会了，然后待会也带你们去找杨董哦。对，然后我平时就这样给你们看一下，我平时就睡在这边，然后跟你们送给我的小娃娃们睡觉。对，伦姐，伦姐因为她昨天被踩所以比较晚起，然后给她一些时间，我们一会儿 cue 她好不好。浩宇他因为今天有一些拍摄所以他离开了组里，一会儿就回来了。对，你们想要找瓦吉吗？好，等我一下哦。伟哲，伟哲，可以帮我叫一下伟哲吗？他不在。轩哥，有轩哥昨天好很多了，然后偷偷跟大家剧透一下，我们昨天新风暴组拿到一首很好的歌，然后希望大家有机会在下一期的公演能够来找我们，我们会尽全力表现的。你们想要看谁呢？严修，那个冰卓下来和大家打招呼一下好不好？他们可爱吗？来，冰卓，光好吗？这么暗，感觉这可以，不是娃娃。然后和大家打招呼。哎，这不是我送你的歌吗？对，这个是冰卓送给我的，在哪里？哎呦，这里。对，冰卓送给我的娃娃。这些娃娃都是你自己的吗？对啊，都是粉丝送给我的。哦。然后这个是冰卓送给我的娃娃。可爱吗？我感觉特别呆萌。好。那你跟大家打一下招呼。那就感觉这会光线特别不好哎。这边你可以拿一下。好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冰卓，我是宗莹。洪伟哲呢？洪伟哲不知道去哪儿了，刚才。嗯。好，那我们现在要去其他的房间，找大家叫大家起床。好。OK， 走吧。他可以来吗？好，好。要去哪里？好，我先去找。好。其他班同学嘞？其他班同学在我们的闪电幼儿班现在特别的零散了，对，还在休息中，还在睡眠中，还没有开机，所以我们去哪里呢？那我们今天先这样，好吧？好吧，好的。好，好。哎，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吧，元宵节快乐。来，拿着吧，我把转过来。哎，怎么转过来？我们好像不会用手机，因为我们没有那个翻转。嗯，哎呀，突然发现手不够长。我呢？自拍杆呢？你看。
哎，你手真的很特，你手真的比我长。手更长，我手更长。我放横的可以吗？我的手比较长。哎，这里也太……你看自拍杆，有没有？那你是拍人？自拍杆。好，我都看不到我。那个、元宵节快乐！元宵节快乐！大家开工快乐啊！谢谢大家来探班。啊！谢谢大家给我们一个打扫房间的机会。后面是明阳跟洪伟哲。Hello， 大家好。好，少爷还什么呀？又是少爷。祝大家元宵节快乐！元宵节快乐！元宵节快乐！我们下次再见，拜拜。